静，哥哥，这杜老二今天没来上班，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他没跟你汇报呀？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啊。晚上有安排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那跟我一起去看话剧吧。你怎么突然对话剧感兴趣啊？就是我有一个导演朋友，他导的话剧，我过去捧捧场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做导演的朋友呢？秘密，反正就这样说定了啊。那我走了。好。那你要开心哦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记得晚上看话剧。记得。坐吧。剧场怎么这么空啊？就我们两个人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就当包场了。别跳了，快快快！哇，小孙，你捡钱了？捡什么钱？拿这个月生活费买的。疯了，不过了。来，这都世界末日了，这要钱没花完，多亏啊！这你也信？哎，今天下午3:14:35，多么精确呀、啊！能不信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没有世界末日，你这个月怎么办？没有世界末日啊，那就只能天天都是末日了。哎，我看网上都说要趁世界末日之前表白，就能百发百中，然后就能和心爱的人一起面对末日了。就算你弹无虚发，噗噗噗噗噗噗，那你也得有目标啊，兄弟。那就算你有目标，你也得有时间呢。哎，再过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就都要玩完了。哎，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去干嘛呀？这，莫名其妙。兄弟们，最后一顿了，走一个。哎呀，走一个，啊，咱一起走。好，来。一起走。难怪就我们两个人呢，这都几几年了，还在回顾2012年的世界末日。这个梗宣传出去，绝对没有人看。干嘛呀？替我朋友惩罚你一下，多有意思啊！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我收了啊，谢了。不是，我这花不是给你的。那你给谁的呀？我反正不是给你的。行啊，都你这么说话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姐。怎么了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不不，没事，看吧。不是，我刚才态度是有点不好，但是我真的有事求你啊。不行。阿姨急啊，我，你有什么条件你说。帮忙也行啊，我想吃了。可以。还有两篇论文没写。哎，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行，说吧。他跟你口味挺像的，
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吃日料。行不行？好，哎，等着。哎，不是，姐，你快点儿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你再说，我不去了。再是朋友，不再是朋友了？为什么？你刚才说谁在找我？哎，是人呢，刚才还在呢。元哥，你说的楼下的那个。就是他呀，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再是朋友了吧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宇轩哥，我今儿想问问你，你相信世界末日吗？世界末日？对。不信。我觉得世事也不能那么决绝。就像是一亿多年前恐龙都能灭绝，那我们人类的世界末日，我觉得事实无绝对，恐龙都可以被灭绝，那么人类的世界末日一定可以被预测的。我们作为地球上的最后一代人，见证世界末日的到来其实也是蛮浪漫的，尤其是在最好的年纪和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想说什么？元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和古桥有说有笑的迎面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竟然忘了看路，掉进了下水道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，无法忘怀。之后啊，我无数次的假装和你擦肩而过，其实我就是想多看你一眼，不经意间的一眼对视就会让我彻夜难眠。我确定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，我也坚信你就是上天送给我的最完美的礼物。元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迎接生命中的最后一分钟吗？我们的表演有没有勾起二位的回忆？如果我们的表演啊有不到位的地方，还希望二位可以见谅。对，主要是我们的导演给的时间太过于紧迫了。是，好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导演杜炳文先生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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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杜老二，你这是篡改历史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不管他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，比之前排练的时候强多了。虽然剧情有点篡改历史，不过我当时拿着花站在门口的时候，你来之前我脑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画面。
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些电视剧就是那样的吧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，哎，不提了。我现在很开心，你已经接受我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若即若离的，不过我想这就是爱情给我的考验吧。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我没交过外国女朋友，中国的也没交过。别人问我爱情是什么样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是你的脸，你是我的初恋，我特别想把这份美好延续下去。你别有压力啊，真的不要有压力好不好？不管任何时候我都陪在你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陪你一起面对。元哥，我爱你。想给你悲伤希望，想和你去大海森林辗转，在基地看星光，原来会用一个圈在心间滚烫，陪伴你为所有人奔玲玲，大点了，该睡觉了。我不睡。玲玲怎么了？不开心了吗？我想古桥姐姐了，她都好长时间没有来看我了。古桥姐姐可能是工作忙，等她有空了就会来看玲玲的。玲玲乖，先睡觉好不好？不好，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。玲玲，现在太晚了，明天阿姨给她打电话，叫她有空就来看你。好吗？那你不准骗我。不骗你，阿姨说话算话。那我们睡觉吧。嗯，真乖。好的，躺下。玲玲真乖，睡觉啊。哥哥，你回来了，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去开房了呀？哎，想什么呢？不是吗？顶门就是请我吃了个便饭而已。啊，他都把场面搞那么大了，就吃了个便饭。不然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气氛都烘托上去了，节奏怎么掉下来了呢？这杜老二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呢？不行，要我说，把他换了吧。你怎么这么快反水了？今天不是你骗我去的吗？我要知道他那样黑化我，我才不会让你去。哎，古桥同学，你不要那么小心眼儿，今天的重点又不在你。元哥，你忘恩负义，你现在跟他穿一条裤子了，是今天的重点不是我。我送你的手表明天带上啊。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给他发微信呢？不然呢？你不许给他发，你现在在跟我聊天，你只能跟我说话。你怎么还在发呀？别发了。哎，不会，你个大头鬼，杜老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给我家哥哥发微信，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哥，帮我拿个纸吧，洗手间没有纸了。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快点啊。你知道洗手间为什么要叫洗手间吗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出来以后要洗手。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杜炳文，就拿个纸而已，你别那么懒行不行？你快点啊，杜炳文，杜炳文。
们小心，这里有人，他们会看见。哪儿有人啊？一会儿就有了，真是的，会被人发现的。手表带了吗？呼应一下。再让我抱一会儿，抱一会儿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已经到地库了。杜总好。王姐，袁总。这个火警请勿使用电梯啊。古小姐，你看一下后面舒美要投放的几个自媒体账号，都是好久没有更新的号了。不会啊，这些我都关注着。这 JK 啊，是根据舒美的产品定位做的投放，挺靠谱的。我倒不是说靠不靠谱，主要跟 Lisa 差的太多了。你也知道，舒美这个平价品牌是我师父这些年苦心经营出来的。但是公司自从有了 Lisa， 整个投放都失衡了。顾小姐，你肯定也不想让我师父这些年的辛苦白费吧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再去跟他们商量一下。那麻烦你了。我先过去了。匹配也分优先级， Lisa 预售在即，肯定先集中火力为 Lisa 开路。舒美经典款面膜一直都卖得很好，继续维护形象就好了。现在的资源配比是最理想的。可 Lisa 只是我们的一个子品牌，而舒美的经典款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，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啊。你就当帮帮我吧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按照给 Lisa 的资源配比去帮舒美做推广？但也不是全部，就是新媒体这一块。你确定吗？这些号的受众可是比较高端的。高端好呀。行吧，那我晚些时候让他们列个清单，发邮件给你确认。谢谢啊。哦，你要是喜欢喝这家咖啡，我下次来再给你带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有一个文件，袁总得签个字。小杜可以和你一起共进晚餐吗？可以。谢袁总。姐姐要跟你道个歉，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姐姐没有做到，你原谅姐姐好不好？我不怪顾乔姐姐。谢谢你啊。那姐姐要走了。对了，我们说好的，今天我来可不许告诉爸爸。那以后顾乔姐姐要经常来我家玩啊。一有时间我就过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要乖乖听话哦。好。
古小姐要走了。嗯，那你常来陪玲玲玩啊。好。爸爸回来了，先生回来了。嗯，今天有没有乖乖的？爸爸，哎呦，嘿，有没有想爸爸？想了。好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怎么样啊？哇，好好看啊！玲玲真棒。怎么，玲玲今天心情特别好？是不是谁来了？古小姐今天来了，刚走。哦，姐姐不让说。哦，对不起，阿姨不知道啊。爸爸，你是不是跟古姐姐吵架了？一点点小小的矛盾而已。那你能不能以后别惹她生气呀？好，爸爸知道了。那今天晚上爸爸讲故事给你听，好吧？不要，爸爸讲故事太难听了，我要姐姐给我讲故事。不要爸爸讲故事啊，来，爸爸抱抱。哎，爸爸，你能不能跟古乔姐姐和好啊？玲玲这么喜欢古乔姐姐啊？当然。古乔姐姐又会画画，又会讲故事，我可喜欢可喜欢她了。哦。看什么呢？看牛排。牛排有什么好看的？虽然我们两个点的牛排一样，但为什么我觉得你的要好吃一点呢？你可不可以喂我一块？杜炳文，我们这是在公共场合，这儿离公司很远，不会有人看到的。谁闲得没事会跑这么远过来吃顿饭？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！严总，杜总，我大老远就看着像你俩，没想到还真是，太巧了。王姐，我约杜总聊聊 Lisa 预售的事情。真是能者多劳，下班了都不能安心吃顿饭。那你们继续聊，我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王姐再见。你说他是不是跟踪我们呀？怎么每次都会被他撞到？幸好是王姐，不会在公司乱讲。你怎么知道？女人最喜欢八卦了。因为王姐是我的人啊。她是你的人？嗯。那我是你的什么？狗。喂喂喂，真的太好了， Lisa 第一天的预售量就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
初步估算了一下， Lisa 上线以后季度利润大概会上涨10倍。副总，既然 Lisa 这么受欢迎，我相信正式上线以后肯定会供不应求，咱们不如提前做好准备，追加产量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也觉得可以，大家觉得呢？副总，虽然 Lisa 的单日预售量很高，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后期的退货率还有用户反馈，避免造成库存积压。炳文，不如你也说几句。Lisa 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了欧洲市场的认可，如果销售和宣传方面不出问题的话，应该不会出现袁总担心的情况。嗯，大家可以放心，我们产品部呢也会加强把控，即使在后期如果出现有退货的问题，我们也会尽量调整，争取不流失任何一个客户。嗯，好了，鸽子，既然大家都对 Lisa 这么有信心，我们就应该一鼓作气。张伟，那你就尽快对接工厂那边，跟他们说我们决定要追加一倍的订单。好。嗯，副总，我前几天刚听财务说现金流吃紧，一倍订单是不是太冒险了？这样，最好的销售模式是产品永远在路上，保险起见，可以暂且追加50%。那好吧，品文，就听你的，追加50%吧。对了，副总，舟山假货回收的预算已经算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哇，要这么多钱啊。鸽子，你刚刚不是说看到账上的现金流吃紧吗？副总，可是这笔钱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的，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。你们认为如果把 Lisa 加50%的订单和回收这一批假面膜相比，哪一个会更迫切？其实现在市场上面有很多打着舒美旗号流通的假冒伪劣产品，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可是这次出事的是舟山加盟店，副总也说过了，已经关闭那家店了，并且开除了那个经销商。我觉得公司能够做到现在这一点，已经算可以了。不如这样吧，炳文，你帮公司出一个官方声明，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从正规渠道购买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集中精力来运营 Lisa， 这才是公司现在各部门的重中之重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明白，散会。这个张伟磨磨唧唧，一拖再拖，估计就是副总的意思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回收那批假货。不过我换了个角度想一想，如果 Lisa 再这么发展下去，那么以后一定会大获成功，这就说明舒美可以彻底转型了，可能原来的用户对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你刚刚也听到了，现在现金流特别吃紧，这个时候你让副总舍大保小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那我得去找副总说清楚，这件事情如果不妥善处理，一定会给舒美的口碑留下后患，何况 Lisa 未来怎么样还不一定呢。你说的对，但你不要现在去，你现在咄咄逼人的，人家以为你去逼宫了呢。这样，你先冷静冷静，你也给副总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想想，我也会找机会去跟副总聊的。好了，不聊工作了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工作以外听你的。哦，什么都听我的吗？那我要好好想一想，今天晚上该吃什么。第
第一批的广告投放我已经看到了， JK 真的是很用心。副总您客气了，我们也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。当然不是了，如果没有 JK 的配合，我们第一批的预售成绩怎么会这么好啊，真的非常感谢熊总。这几年国内用户的消费观念一直在改变， Lisa 正好是顺势而为，是副总您有眼光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还以为副总您只是一时兴起，没想到副总您这么有魄力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舒美转型做高端护肤品，你觉得是对的？市场趋势应该是如此。嗯，熊总毕竟有这么多年接触国际市场的经验，我相信你的见识一定比我高，我绝对相信你的眼光。谢谢。熊总，您慢走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武小姐。你有空吗？想跟你聊聊。聊什么？你五点下班是吧？楼下咖啡厅等你，一会儿见。谁啊？吓死我了！问你话，那谁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顾小姐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跟你正式道个歉。道歉？嗯。上次的事情之后，我一直在反思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只顾着自己的想法，却没有想到女儿的感受。谢谢顾小姐的提醒。没有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已经入职舒美了，我接近你只是想让你跟舒美合作，后来你约我，我本来想解释，可是没想清楚怎么说。再后来你让我给玲玲当家教，我怕你误会，我就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刚得知你在舒美工作的时候，我确实有那么一点不高兴。但后来想一想，你也没有欺骗我什么，是吧？还有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玲玲是真心的，而玲玲也是真心喜欢你。至于其他的，不重要了。你不是很想知道玲玲妈妈的事吗？其实他已经过世了。对不起啊，熊总。玲玲妈妈三年前得了胰腺癌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救治。那会儿玲玲还小，她妈妈担心玲玲会伤心，所以再三叮咛我，千万别告诉玲玲。所以这几年，每次玲玲提起妈妈，我就会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没错，我知道这个方法不对，但我真的不想看到玲玲伤心。所以顾小姐，请你帮我守住这个秘密，等玲玲长大一点，我会亲口告诉她事情的真相，好吗？您放心吧，熊总，对不起啊。
我在不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就说您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我太莽撞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顾小姐。哦，你以后叫我古桥就行。可以。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偷偷摸摸的去见玲玲了？当然了，我们的约定照旧。哦，我去陪玲玲不是为了酬劳，所以以后酬劳不用给我了。好吧，我尊重你。哦，对了，古小姐，古桥，明天呢是玲玲的生日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想邀请你参加玲玲的生日 party。 好呀，我一定去。太好了，玲玲一定开心得不得了。哦，我公司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他一定很开心。哇哦，叫我古桥就好了。我叫你古桥都不行，凭什么他就可以？你在这干嘛？没干嘛，喝咖啡，喜欢喝咖啡。你要不喝我请你啊。古桥，你跟 GK 的老板挺熟的，他是不是要追你？你别乱说。还有，叫姐，古桥不是你这个小屁孩能叫的。我不小。郝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我今天也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不可能。我在你这个年纪也冲动任性过，可是现在我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事业上面。就算我要找男朋友，我也会找个成熟稳重的，懂吗？所以你要找那个什么什么老板是吧？是，我知道他现在比我成熟，比我稳重，也比我有那么一点钱，可等我到他那个年纪，我肯定比他更有魅力，更有钱。大哥，借我套西装穿穿吧。行啊，在衣柜自己拿吧。哎，这套怎么样？你都穿好了才问我，这算借吗？怎么不算借了？我刚不跟你打招呼了吗？那我要不在家呢？你要不在，那简单，我自己做主就行了。哎，你上次戴那个眼镜在哪？挺帅的，借我一下。你觉得还有问我的必要吗？怎么没有必要呢？你不回来了吗？我回来我做主是吧？衣服脱了，不借。哎，别，我眼镜自己买啊，我走了。切，我。今天怎么啦？是不是异常的成熟？而且更帅了。那就对了。行了，别摆 pose 了。Lisa 的礼盒到了，待会儿呢，你去统计一下，照这个地址送过去。好的。
怎么样，是不是成熟又稳重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不就喜欢这款吗？是，但不是你这款。烦死了，真是又害羞了。焦虑的等待着，正好我们都在同个地方，懵懂的下了车，遇到了几个过客，不投缘心事说了也白说，寂寞着就寂寞着，真心是奢侈的，怎么了？正好我们都在同一秒把眼泪收回了，正好我们都在同一时刻把人生读懂了，遇到几个漩涡，穿了几个